Please welcome to the stag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Linux Foundation, Jim Zemlin. Good morning,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our last day. It has been an amazing week here in China. I have talked to so many people about so many different open source projects. It's just amazing to see all of the activity here in China. In particular, the big increase in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open source projects from Chinese developers and from Chinese industry. And our first speaker represents a company that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who is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open source, creating new innovative open source new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then open sourcing it and sharing in the development globally with our global open source community. Tao Ma is the principal engineer of Alibaba Cloud. He also runs their Linux kernel development team. Please welcome to the stage from Alibaba, Tao Ma. 感谢 Jim 给我的做的介绍。那么我是来自阿里云的马涛。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阿里云与云延伸。那么在开始我的演讲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数字，那就是1682亿。这是个什么数字呢？其实如果关心阿里巴巴的人都知道，这是2017年双十一在整个阿里巴巴平台运行的所有的交易的总额。那么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从2009年到2017年这9年之间，阿里云在双十一的一个交易额，从2009年的5200万到2017年的1682亿，整个我们的交易额增长了近3000倍。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零点的交易峰值也同样的是增长了有3000多倍，对整个阿里巴巴的技术员工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去年的双十一的一些数字。首先是我们的数据库的交易峰值是有4200万次每秒，我们的交易峰值是达到了32.5万笔每秒，我们的支付峰值是有25.6万笔每秒。同时呢，我们的核心的交易链路已经全面的容器化，有上百万的容器在同时服务着我们的客户。所以说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阿里的双十一是世界上最大的云原生应用实践之一。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云原生，也是我这次 topic 的一个主题。那么什么是云原生呢？那么云原生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的客户能够在公共云、私有云、混合云的环境下去构建一个弹性可扩展的一个应用。它的典型的技术呢，包括像有容器服务，有 service mesh， 有微服务 microservice 等等。那么借助这些云原生的技术，我们可以在一个可观察的、可以管理的一个易于管理的一个状态下，进行一种非常频繁的和那个周期性的一些变更。那么我在这里也列举了一些云原生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 observable、manageable、public and private cloud 等等。那么这些是云原生技术的一些关键点，也是阿里巴巴集团和阿里云一直的持续的去为跟我们的客户去打造的。那么在展开我的演讲之前呢，我首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的阿里云是云原生生态的一个坚决的拥护者。我们是 CNCF 的白金会员，是 Cloud Foundry 的黄金会员，我们也和 Docker 公司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的一个协议。同时在开源方面，阿里云和阿里巴巴集团在 Kubernetes 社区有接近400多个核心的 patch。 同时我们也开源了我们的 Pouch、 我们的 Double 和我们的 Rocket MQ。 其中 Pouch 容器在去年双十一中已经支撑了我们数百万的容器，而 Rocket MQ 的那个消息中间的峰值也已经有6000多万条每秒，而 Double 则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中间件。所以这里我可以说，阿里云是云原生生态的一个非常坚固的拥护者。那么下面再提到我们阿里云的云产品与云原生的关系，由于限于时间的关系，我只给大家
今天介绍一下我们在 ECS 保障容器服务函数计算 VPC 以及混合云中为云原生做的一些工作。那么首先是我们的 ECS， 我把它定义为云原生的基础设施。我们通过神龙完成了整个的硬件虚拟化，通过 ESID 打造了一个高性能的存储，通过 credit 调度以及抢占实力完成了云原生的极致弹性，再通过我们的性能和资源隔离给用户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 QoS 保障，最终实现了一个云原生的一个性能和稳定的可靠保证。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神龙云服务器。神龙的弹性裸机主服务器呢，是一个完全的 hypervisor offloading 化的一个服务器。阿里云自研了 X-Dragon 的虚拟化的一个交换芯片，包括 X-Dragon 的系统软件，并且我们针对神龙做了完全的一个服务器的定制。同时神龙服务器兼顾了我们的虚拟机和物理机的特点。首先在它拥有虚拟机的，比如说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些像自动扩展、弹性伸缩等特点，同时它要有物理机的一些物理隔离接特性，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计算交付的一种方式。那么在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计算方式的前提下，神龙目前也已经和我们阿里云的其他产品，比如说像云盘，比如说像 VPC 网络，实现了无缝的集成，让我们的客户在拥有稳定的计算资源的同时，能够享受在网络和存储方面的无限的弹性。另外一点，我觉得神龙是比较出色的点，是我们可以同时的支持我们的 ARM 以及 POW 的 CPU， 为用户的硬件多样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接下来是我们的 ESSD， 我们把它定义为性能卓越的云原生存储。ESSD 的在全面的架构进行了升级，比如说我们的数据接入方面做了全方面的并行化，在分布式存储方面我们做了用了我们的最新的盘古2.0，在网络方面我们使用了高性能网络框架 Luna 以及 RMA， 在存储方面存储介质方面我们使用了最新的 NVMe SSD， 最终达到了100万 IOPS 和100微秒的一个超低延迟。同时为了更好地支撑云原生，我们也做了 Flex Volume 的插件，支持即插即用和弹性扩展。这是抢占实力和突发性能实力啊，是 ECS 今年重点打造的两个实力。我可以把它定义为让云原生的成本和弹性更加的极致。首先是抢占实力，它充分利用了阿里云的规模红利，最低能够做到价格一折起。同时我们通过动态的价格杠杆，可以让用户的云原生应用能够达到一个成本的极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突发性能实力，它的一方面它的价格很低，另一方面我们除了有最基本的 CPU 的性能保障以外，我们还提供了一个 credit 机制来保障用户的突发性能的一些需求。通过这两款实力的配合，我们可以最终让云原生的成本和弹性达到一个极致。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工作，就是一个性能隔离的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公共云的环境下，如何保证一个性能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工作。我们在支撑双十一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积累，最终形成了我们在 CPU、在 memory、在存储、在 IO、在网络方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在 CPU 中，我们使用了 Noise Clean， 使用了 CPU Share， 使用了 CFS Quota 等等来进行对 CPU 的限制。在内存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使用了 Memory Cgroup 来进行内存的隔离和划分。在 IO 方面，我们通过 Disk Quota， 通过 IO Weight， 通过IO Throttle 来进行 IO 的资源和隔离。在网络方面，主要通过 TC 来做。通过这四个方向的合力，最终为用户实现了一个性能的保障。
在讲完了这个 ECS 的性能之后，我们接下来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VPC 产品。VPC 最核心的功能就是让云原生的数据能够高效的流动起来，同时为了支撑大规模的云原生应用，我们的 VPC 的功能和性能也做了极大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目前的 VPC 单 VPC 就支持了超过500,000个容器同时并发，同时我们在负载均衡 SLB、 在 NAT 网关、在我们的高速通道方面也做了极大的扩容，能够方便我们的客户打造一个低延迟、 高带宽、高并发、可信和弹性的网络。在单个 VPC 的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的同时，我们也打造了多 VPC 的一个通信能力。通过将多个 VPC 进行高效的互联，我们的客户可以使用混合云或者多云的方式将他们的容器都进行线上和线下的融合，从而打造一个云原生的一个高效的数据流动。有了 ECS 的和 VPC 的存储计算网络资源，我们最终会给用户提供了我们的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所谓的云原生的资源平台。首先它是基于目前的 ECS 和 VPC 的，所以它具有非常卓越的性能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宝大也做了自己的不少的优化，比如说它做了一个专门为云原生优化的一个操作系统，在充分的降低了创建速度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它资源的消耗。在更细粒度的资源组合以及更低的业务成本的帮助下，宝大可以为我们的所有的云原生产品提供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一个选项。那么在有了宝大以后，我们的容器服务就可以更好的去为用户提供服务了。我们把它定义为云原生一个应用管理平台，它的有两个比较大的特点。首先是它和生态的集成，阿里云的容器服务是全球第一家通过 Kubernetes 一致性认证的公司。通过 Kubernetes 一致性认证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更好的迁移到阿里云上，同时能够让用户在云上和云下拥有一样的体验，能够满足用户在混合云以及多云的场景下去使用我们的容器服务。那么容器服务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它与阿里云所有产品的一个集成。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容器服务目前已经和刚刚提到的裸金属服务器以及 GPU 实力进行了深度的集成，并且可以根据业务的特点进行实时的实时调整和优化。同时对于 VPC、OSS、NAS 这些网络和存储能力也能够进行非常好的一个整合。另外借助于 Open Service Broker 的 API， 我们可以对阿里云所有的后台服务进行非常简单的配置和管理。比如说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将 RDS 作为一项服务提供给 Kubernetes 和 Cloud Foundry 来使用。在兼容了 Kubernetes API 和工具以后，阿里云的容器服务其实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 Kubernetes 服务来给大家。首先一个是基于一个经典的 Kubernetes 集群，在这种情况下用户拥有更多的灵活性，他可以选择自己选择他所使用的 ECS 实例类型和操作系统。那么另一种类型就是我们基于宝大的 Serverless 的 Kubernetes 集群。那么在这种场景下，用户是不需要关心他的底层的操作系统，而只需要关心他的业务的成长。那么在拥有了刚才的两种集群以后，我们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容器服务是和开外的生态是紧密集成的。阿里云是 CNCF 的白金会员，所以我们也是积极拥抱开源，并且将我们的开源反馈给社区。目前阿里云已经将为很多很多的开源组件提供了插件，可以方便这些开源组件非常平滑的运行在阿里云的产品上，一起去繁荣 Kubernetes 的生态和云原生的生态。前面提到了有 ECS 的高效、VPC 的联通、宝大的轻量以及容器服务的管理。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函数计算，也就是我们看见的目前的云原生的一个最佳实践。
那么在函数计算这个场景下，我们的客户不需要再关心底层服务器的一些硬件，而只需要关注于它的业务逻辑，同时借助于我们的弹性伸缩能力，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将自己的业务进行线性的扩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函数计算和我们的 OSS 就是我们的对象存储去集成以后，用户只需要编写对一个图像的一个处理，就可以用我们的弹性伸缩扩展成为一个大批量文件的一个并行处理框架。那么用我们的函数计算和我们的日志服务 SLS 集成的话，就可以也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一个流处理的一个大规模数据处理。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新浪微博在我们的云平台上只需要不超过1000行的代码，就可以把我们它的多个服务连接起来，并提供对外提供服务。同时借助于我们的实时的弹性伸缩能力，可以在用户的 QPS 发生变化的时候进行实时的弹出。比如说当新浪微博的对外服务的 TPS 从数千到数万的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弹性伸缩服务可以保证它的延迟是稳定而高效的。它的结论就是我们毫秒级伸缩想到就能做到。那么前面提到的都是我们的公共云产品，那么如何把我们的公共云产品普及到线下，让更多的线下的环境中普及云原生呢？这就需要借助于我们的专用云和混合云。那么说我们的专用云和混合云的特点就是一套架构，不同的部署环境，我们既可以在公共云使用公共云来满足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同时又能满足专用云的私密性和专属性的一些要求。那么混合云的特点其实刚才也提到了，首先就是一套架构，由于我们使用了和我们的公共云一样的架构，所以说它天然的具有了公共云的成熟和稳定的特点，也就天然具有了所有产品的对云原生的支持。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借助于 VPC 的连通能力，我们的产品可以做到非常方便的安全的连通。那么最后是借助于统一管理，我们可以帮助用户做到安全和合规。那么限于时间关系，我只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以上这些产品。其实阿里云的整个产品组是非常庞大的，我们有除了具有计算、存储、网络和数据库之外，我们的交易中间、我们的中间件、我们的云通信、我们的研发协同和运维管理的所有的产品都对云原生进行了深度的整合和定制，也是希望能够借助所有阿里云的产品来帮助我们的客户更好地实现云原生的服务。好了，我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